淡定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。这个炮弹可真大呀，马上安放定时炸弹。好，
不要开枪，不开枪怎么死啊？这里到处都是弹药和危险品，一旦擦枪走火，这个大家伙马上会把这里炸成一座坟墓，难怪他们也不开枪。就算拼到最后一个，也一定要誓死完成任务。上！Thank you.
兵的生命做赌注。